别傻了兄弟，像这样的白富美你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当时觉得自己的生活了无生趣，不是酒会就是舞会，老是同一批思想狭隘的人，永远的言不及义。我感觉站在悬崖边上，没人想要拉我一把，也没人会关心我。别这样做，不要过来，别靠近我。我说真的，新轻功才出不久，大家都没上手，你一个妹子会玩脱的。我才不是玩轻功，站那儿别动，再过来我就放手了。不，你不会的。什么叫我不会？你凭什么？你又不认识我。你知道什么是气力值吗？啊，那气力值呢？就是我知道什么是气力值，好吧。抱歉，我只是觉得像你这样的白富美是不会明白那种气力值耗尽，小轻功加逆云都用上依然被摔死的感觉，所以我劝你不要跳。但是就像我说的， You jump I jump， 你非要跳的话我也没得选择。你疯了？大家都这么说，不过我说一句你别生气，现在挂在这要死要活的人可不是我。好了，把手给我，新轻功是一定要在监护人陪同下才能玩的。I'm Jack， 劲霸 Jack。I'm Rose， 余香 Rose。你可能得写下来给我看才行。抱歉，这个电话。Jack。喂，什么？喂？你在干啥？开荒烛龙殿，我怎么知道雷声这么大？ Jack， 救救我！叫你们 DPS 都散开，别站太紧。Jack， please help me！ 踩好雷，都踩好雷，有战斧的打一。Jack， 我气力值快完了。Jack， 打够了，过了吗？什么？突然玄机？黑了？什么叫你们船长黑了大石头？退后，上上断炮。小伙子，嘿，醒醒，小伙子，他有点神志不清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 ，Jack？ 现在怎么办？抓住我的手 ，Rose。No。Rose， 你相不相信我 ？No， I don't trust you。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松手的。好了 ，Rose， 你没事了。Jack，Rose，Jack， 他在脑子里进了太多的水呀、啊，恐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死在部门里或者战场上，绝对不会是这里。我冷得不行了。 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赢得了船票，坐上这艘船，他让我与你相遇，最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学会轻功。Jack， 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
后的红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无论希望多渺茫，绝对不要放弃。船来了，船来了，杰克，船来了！我不会放弃，我答应你。哎，他醒了。孩子，你是什么人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Jack Spiral。不好了，他已经进入了第二次梦境，认为自己是一个叫 Jack Spiral 的高帅副船长。什么？我们明明只设置了一层梦境，为什么？看样子是梦里那个叫 Lucy 的白富美杀掉了他，才让他掉入了下一层梦境。是 Lucy。随便了，现在情形，如果没有人去拉他回来，他将永远消失在梦中。你要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第二层梦境实在太危险了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不能让你冒着。Leo， just do it。别傻了，兄弟，像这样的高富帅，你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。